有在摄影的朋友想必对卡麦拉咖啡应该不陌生，舒适的氛围，丰富的藏书，其中最吸睛的莫过于店内的巨幅海报了。这位可是摄影大师 Ansel Adams 的肖像呢。如此一来，不难感觉得到店家对于相机和摄影的重视。确实，室内也存放了多部相机作为展示。说这里是一座小型的相机博物馆也不为过。品尝一杯香醇或是浓郁的抹茶欧蕾，沉浸在相机的怀抱中，这就是相机迷最幸福的时刻。背着您的相机，来到卡麦拉偷闲一个午后吧。